是这里呢，紫色，紫，我换不同样的颜色，跟你一样好漂亮。我要先从第一题开始。你第一次学写字，当然要录起来啊。啊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，浅绿色吗？都可以的。什么颜色啊？这个吗？应该是吧。是。这里吗？从这里吗？从下面吗？嗯哼。这是吗？这样子顺才要漂亮。为什么放过去啊？那你要电录给爸爸哦。完成了，还没，还有一种颜色要涂。完成了，好，说拜拜。我不要，跟镜头说拜拜。